在这个世代当中呢，其实神都希望呢，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机会呢，是将他自己的见证呢分享给不同的人，以至到不同的人呢都有机会呢就来听福音。而上帝将这个真的心意，亦都将这个意象呢就放在我心里面。我们在纽西兰，我们有不同的来自不同国家的人都移动问到纽西兰那里。那我们希望真的可以在不同的种类当中呢将福音呢都讲传给他们。纵然有时我们华人都觉得真的很难去跟其他民族的分享福音，但是神是要万民万族都因着他的名呢得到拯救的。所以呢我们都打算在夜市当中，因为夜市里面呢我们可以接触到不同的种族的人，是来自不同的家庭的人。如果上帝是容许我们将福音是介绍给他们的话，都藉着圣灵的工作，他都可以呢打开他的心门接受耶稣。这个是很令到我是在做这么多年当中呢，我发觉真的神的做法呢是跟我们以往的做法不一样。当我们愿意去踏出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人的心是预备了去接受福音。最重要的时候就是当他们一班人来到market 里面，或者是在夜市里面的时候，他没想着呢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是遇见到耶稣，这么短时间当中呢是将他自己一生里面的罪呢可以藉着耶稣的宝血呢可以一次洗净。盼望真的能够神的福音是能够是透过不同的渠道不同的方法呢是带到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种族当中。那么在这个market 的传福音方面呢，其实我们都遇到有不同的难处，但是在这个难处当中呢，神都透过他自己的方法和他的计划是将这些难处一一都是除去。如果你想知道更多里面的东西，或者是这个这个的神的心意的话呢，在文章当中都可以介绍一点的。